们现在主要是要往右边潜。结果一开始果然还是一堆垃圾，尤其是像这样有海湾的地方，垃圾就特别多。不过至少手伸出去还看得到手，不像之前有两次去豆腐家，手伸出去完全看不到手，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今天来浪况就是没有很好，所以今天还是有点浊啦。这边大部分的珊瑚都是以软珊瑚为主，不过还是有还蛮多都是火珊瑚。要火珊瑚的话，基本上就不要乱摸，不然可能就会有一点痛哦。只是很可惜的是，在这边几乎都没怎么看到大鱼，甚至连小鱼群都没怎么看到，这还蛮可惜的。这次是我第一次下到玻璃海，因为上次的浪况真的太惨了，所以连下都没有下。不过我想这次应该也是我最后一次下这边了吧，因为最近有听说那边政府列了牌子，禁止戏水还有潜水跟之类的东西，所以之后如果要下这边的海，可能就要再等政府再开放了。而这边为什么叫玻璃海呢？我本来以为是因为这边的海非常透，所以可以轻易看到海里，就像是蓝屿一样。不过后来听朋友说，主要是因为这边以前有很多玻璃瓶，后来一直被海浪去刷洗，变成了晶莹透彻、各种颜色的沙石，因此得名为玻璃海。虽然这边已经是禁地了，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如果之后这边再次开放的话，这边基本上是建议不要游得太出去哦，因为会有流，很容易就被流带走了。